乡的山间，我们迎着那战火硝烟，身背尖刀手握着枪，捍卫我们温暖的家园。风雨中并肩走过坎坷路，战友们血脉相连，为了祖国安宁，为了水晶天蓝，我们奋勇向前，勇敢啊迈向艰辛的征途，怀揣一颗无悔的心，坚决抗战，生死相依，我们奋勇向前，勇敢啊迈向艰辛的征途，怀揣一颗无悔的心，坚决抗战，生死相依，我们要迈向那个辉煌。なぜ奴らを捕まえられなかった？突然姿を消したとでも言うのか？ん？大佐殿、おかしいんです。大安氏は調べました。奴らどこにもいません。いなかっただと？ありえんことだ。奴らはまだ大安にいるはずだ。必ず奴らを見つけ出すんだ。たとえ捕まらなくても、奴らの正体を暴かなくてはならん。はい大佐、その必要はありません。奴らはヤートージャンの国民党軍です。確かか？間違いありません。よくよく調べたところ、死んだ兵士の銃創は M1911 によるものでした。ハシロにはそこまでの装備はありません。あ、それから大佐、見てください。階級証はなくなっていますが、国民党の制服だと判別することはできます。よく覚えています。この者はヤートージャンに現れたことがあります。奴と逃げた3人が国民党軍の4人です。必ず捕まえるんだ。奴らを生かしてはおけん。はい。几位兄弟，如今国难当头，你们一直逃避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要好好想一想。佟老板，你刚才说的这些道理我们都懂。是，看来我们是得重新好好想一想了。对了，在泰安厂有落脚的地方了吗？没有。兄弟，这个拿着。什么意思？今天晚上你们这么一折腾，鬼子在城门口肯定严加盘查。你记住，在泰安城中心十字路口往北路东边第三个巷子有个小院，天亮以后你们就去那儿落脚。唐老板，救命之恩无以为报，以后用得着我们的你就说一声，一定赴汤蹈火。行。哎，好了好了好了，大家都是中国人，就不要说这么多了。今天救你们纯属巧合，希望你们不要把古董店的事情说出去，也不要提及我，就当我们从来没认识过。明白。ジャーさん、ジューさん、重傷者が言ってどのくらいだ？多分5時間くらいです。もうそろそろ帰ってくるはず。千代さん、安心してください。航空兵士がついてますから。
全体下撤。報告します。バンディさんの人間が揃いました。検閲をお願いします。ああ、爹啊，我把我的弟兄可全都带了。大胆，竟敢直呼中佐的名字，应该加上中佐。行，滨野，中佐，我的人已经到齐了。徐小四，从今晚开始，你就正式成为泰安城保安队的队长。后面这些是新招的队员，这边是为你们准备的制服。今晚你们可以好好休息一下，从明早开始要严格按照皇军制定的制度出勤巡逻，协助皇军做好泰安城的安保工作。都听见了吗？哦，听见了。滨野，中佐，您放心，您现在是老大，您说怎么办，我们就怎么办。希望你好好珍惜我们合作的机会，不要让我失望。您放心啊，那个，对了，求您个事儿。我这儿有个兄弟啊，之前受了枪伤。一直昏迷不醒，能不能麻烦您找那个日本的郎中给他看一看？什么是郎中？就是医生。当然了，没有问题。不过，能告诉我他是如何受伤的吗？牙头庄杨东良干的。局队长，看来你和牙头庄还真的是有仇，这假的了吗？我跟他的仇大了去了。女，带人卸货，清点好，不要出差错。太君放心，太君放心。你干啥呢？哦，我在这查数呢。你们几个干完活以后，到仓库里面把那个粮食袋子堆起来啊。嗯，好嘞。我们现在只想离开，如果你帮我们，我们肯定不杀你。你们
是八路？是。不是？那你们到底是还是不是啊？不是，我说了算。你问那么多干嘛？说，我们怎么才能安全离开这儿？你相信安吧？我不信。那你不信安就没办法了。那我要信呢？你要是信得过安，安出去啊，吸引鬼子的注意力，你们从外面卸货，有个后门，你们从那儿就可以溜了。你不会骗我吧？哎，俺们也是被日本人抓来的劳工，都是中国人，俺何苦骗你们呢？我告诉你啊，我们一共有100多号人现在进入泰安城，如果你敢骗我，我们一定会有人找你报仇的。俺不敢，俺不敢。去，哎，太君，您辛苦了。并不习惯，还是喜欢我们日本的生鱼片。好，好，好，太君，那个我得去仓库看看，看看他们把货弄完了没有。啊，那你辛苦了。啊，太君辛苦。中佐、沢田大佐に報告すべきですか？必要ない。東北三省で反日連盟と何年も戦ってきた。こいつら遊撃隊のやり方はよく分かっている。ヤンドンリャンらが部隊を離れたことを知ったらすぐに移動を開始するはずだ。では我々はこれで諦めるので。無駄骨になることは分かっている。続けても仕方がない。武藤、ご苦労だったな。戻って休んでよろしい。はい。ヤントンシャン、しっかり生きろよ。お前は俺のものだ。出不去。是啊，况且我们还有这俩家伙，这要查起来肯定出问题。藏起来，藏起来。哎，老梅，你不是说翠英中学有你们那个什么八路的地下组织吗？可以找他们去啊。你又不是八路军，你找组织干什么？你不是组织的人吗？你自己说的。你脸皮咋那么厚呢？脸皮厚吃肥肉啊，脸皮薄吃不着啊。二哥，你别说吃肉我的了。我都饿瘪了，我想吃肉包子。我也饿呀，我。英子，二哥也想给你买好吃的，也想给你买肉包子，可二哥现在身上是一分钱都没有了。那走吧。哎，几位长官。热包子来了，请。好，慢用。哎呀，棒槌，你是不是噎着了？啊，不是，是呀。等路人，还是你师妹？不，那。啊，我跟你说，这回绝对不能让他们跑了，听见没有？不是，你要死要活的，是不是啊？当然要活的。都十二中人啊，不能让日本人占。啊啊！哎，几位掌柜，钱还没给呢。
确实在丫头庄，那他跑到太阳城来了。我也不知道他们咋来了太阳城。四爷，他们这是去哪儿啊？他们去哪儿了？先跟着。跟着。我明白了，这得去报告日本人呢，不能让这帮黑皮把功劳抢了。觉得姓童的人不错，不行咱就跟他们干算了。小山，你的性格得改改了，别老直来直去的，有些事儿他不能急。我是觉得八路那边人挺好的，不像咱们国军那边那么多讲究。不是他，怎么了大哥？丫头庄那小子，那咱为什么要躲呀？我是觉得这小子肯定参加了八路，在太阳城出现肯定是执行什么任务，咱们可不能贸然的跟他打招呼。走。东东又怎么了？大哥，他们好像被黑皮给盯住了。对，大哥帮不帮？这小子可救咱啊！爸，拿家伙，走。看到杨东良他们进太原城了。嗯，在哪里？就在十字路口那边，几个黑皮啊，不，那个保安队的人正在追他们。这次不会搞错吧？千真万确，就在入口那边。我来，你自己过来。快快快快快！我看他们这回还往哪儿跑。走了这么久了，咋还没到呢？又不敢走大路，只能绕小路走了。哎，小杨能凉了，干什么去？这是？媳妇，别动！哎，别动！师哥，哎，你咋在这儿呢？你这身上穿的，这是什么衣服？什么傻衣服？衣服不重要啊，师傅，你现在跟师哥回去，以前的事儿师哥不追究。徐小四，你这是给日本人当汉奸了吧？你他娘才是汉奸呢！杨东良，我告诉你啊，要是没你小子的话，老子能成现在这德行吗？我他娘现在就毙了你！住手！人我不知道。八哥。
东，迅速把院子的地形摸清楚。好，小博山，哎，找一个最佳的狙击点。好。这是啥地方啊？你别管了，总之挺安全的。你们咋在泰安城呢？兄弟，先别问我，你们怎么回事？怎么会被黑皮盯上？这事儿吧，有点复杂，我怕说出来你都不相信。哎，我记得你们是四个人啊，那兄弟呢？是啊，死了。咋死的？让鬼子给打死了。光天化日之下，居然让抗日分子打死了两名保安队员，你们太让我失望了。大佐，我严重怀疑菊小四所带领的保安队的作战能力。吴连长，继续说。嗨，我已经监察过了保安队的弹药使用情况，今天在巷子里，保安队一共开了两枪，菊小四居然一枪都没有开。这种情况实在是匪夷所思，难以理解。武藤队长，这有啥不能理解的呀？是这样，抗日分子神出鬼没的，一会儿从左边出来，一会儿又从右边冒出来，今天从我身后钻出来的。那那个时候，那我们只能躲起来啊，要不然就站着挨枪子。八哥，那我再问你，为什么发现抗日分子你却不吹哨子？大街上到处都是皇军的巡逻队，只要听见哨声，抗日分子根本无法逃脱。武藤队长，你先别生气，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情况紧急，当时那不就一下忘了吗？我看不是这样吧。你谁啊？我是谁不重要，那些抗日分子才重要。这是有你说话的地方吗？许队长，不要这样子说话。吕曼魂，你想说什么尽管说出来。中佐，我不敢说呀。没什么，说出来。中佐，我就是个平头百姓，说出来得罪人呐，死都不知道咋死的。吕曼魂，哎，滨野中佐已经向我汇报过，即刻起，你就是泰安城维持会的会长，级别和保安队一样，请放心大胆地说。真的？那太好了，这我就敢说了。大佐、中佐，你们可能有所不知，菊队长追捕的那几个抗日分子里面，除了几个国军大兵，还有牙头庄的杨东良、杨德刚。另外还有一个胡寨的小妮儿，胡腊梅。哦，小妮儿就是花姑娘，叫胡腊梅。这个胡腊梅呢，就是杨东良没过门的媳妇儿，同时也是居队长青梅竹马的师妹。我们这人呢，都讲个人情了。这回你们知道居队长为啥不开枪了吧？菊队长，嗯，这些都是真的吗？他说的是真的，但是我也没看清到底是不是我师妹。话说回来，就算是我师妹，那跟开枪不开枪有啥关系吗？闭上你的嘴巴，你别让我失望了。不是。别中佐，您想，我可是把斑鸠山所有的兄弟全都召集到泰安城了，铁了心归顺你啊，你怎么还能怀疑我呢？菊队长，清者自清，事已至此，你得总得做点什么
证明自己。证明啥证明？我咋证明？我给你出个主意。你师父胡金祥不是帮了戏的名角吗？你把他请出来，给各位皇军唱个堂会，没准就能把那些抗日分子给引出来呀。不是你到底谁呀？咱俩有仇吗？没有没有，咱俩哪有仇啊？我这不是给你解围呢吗？啊，那你这围解的不错，好好想想以后咋给自己解围啊。大佐，你看，他开始威胁我了。够了。菊下寺，我觉得吕会长的提议很不错。为了证明你的清白，把你的师父请出来，引出抗日分子。哎，大佐，不是我不去请，我师父啊，年龄大了，梆子戏呢调门都高啊，唱不动了，收山了。菊队长，如果你拒绝我们，那我只能恭喜公办了，你将会背上串通抗日分子的罪名，你的手下包括整个保安队都将受到连累的。乖乖把你的师父请来为皇军唱戏，顺从皇军才是最好的解决办法。哎呦，死呀！那没事吧？吕会长啊，给你几个介绍一下啊。这位呢是新上任的泰安城维持会会长吕茂恒。啊，对，兄弟们好。啊，这张脸啊，给我记住了，听见没有？听见没有？听见了。徐队长，你别生气呀，我刚才说那番话呀都是为你好。这样，改天闲下来呢，我请兄弟们喝酒啊。不走了。哎，四爷，这会长咋的了？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摆了我好几道，真娘早晚弄死他。走吧，先回保安队。老吕，啊，咱们回丫头庄干啥呀？咱不是都投靠日本人了吗？是啊，杨东良现在被困在太原城了，想出城那是不可能的。咱趁这个时候啊，回趟丫头庄，把家底儿划拉划拉，全都搬到太原城来。对。哎，你当会长那事儿怎么样？正式任命了。真的？啊、哎呀，恭喜吕会长。哎哎，停一下，左柱啊，你就先别回去了，留下。这我留下干啥呀？也没啥用、啊。当然有用了，你得赶在日本人和保安队之前找到杨东良他们几个。这功劳只能是咱们的，不能让别人抢走。啊，我尽量。啥叫尽量？你必须得找到他们几个。你别害怕，杨东良他们肯定不会怀疑你。啊，走。兄弟，在丫头庄外你救过我们的命，这一次就算是扯平了，我们互不相欠。这个小燕子送给你们，我们上外头另寻住处，告辞。鲁大哥，你先别着急做决定。我觉得这都是天意，咱们大老远跑泰安城碰见了，而且咱都跟鬼子有仇，而且咱还都不愿意加入八路。我觉得不如这样，咱们绑在一起，一起杀鬼子，怎么样？兄弟，实话告诉你，本来我们没想跟鬼子对着干，只想找点营生，过安分的日子。可现在发生了那么多的事情，不能让我腹中兄弟白白就这么死了。
我们会跟鬼子对着干。那咱一起干不就完了吗？不过，杀鬼子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你看看你，拖家带口的，还有个孩子，随时都有可能会送你。我们像是怕死的人吗？在崖头庄的时候，我们也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我们几个都不怕死。是啊，杨兄弟，光不怕死没有用，你们得杀得了鬼子。要是跟我们绑在一块儿，就是拉我们的后腿。你们也赶紧离开泰安城吧。你这么说话我就不爱听了。你们能杀鬼子，我们不能杀。那鬼子入侵崖头庄的时候，我们可没少杀鬼子。德刚叔，我觉得几位大哥说的对。东梁，咱们还是想办法尽快离开泰安城，跟四支队他们会合。我既然来了泰安城，我就不会轻易的离开。鬼子杀了我爹娘，还有崖头庄100多号人，这个仇我必须得自己报。兄弟，你报你的仇，我们杀我们的鬼子，保重。哎，我说你不再考虑考虑了，走啊！你们去哪儿啊？坐吧，英子。这三个人太瞧不起人了啊！不是人家瞧不起咱们，沈家说的也确实是，咱们带着英子打打杀杀的，这哪能成啊？要不这么着吧，找机会把英子送回去。人家走不是因为我，是因为你们确实太弱。你怎么说话呢，英子？有这么说你二哥的吗？我告诉你啊，早晚一天你二哥证明给他们看，我们也能杀鬼子。怎么证明了？对，你怎么证明？我效仿古代，效仿古代的大侠。我先杀个鬼子，再立个名号。好，立名号，立啥名号？崖头庄，锄奸队。好，专杀鬼子和汉奸。没错。哎哎，你们俩，咱们就两杆枪几发子弹，怎么杀呀？怎么打？胡腊梅，你怎么净给我们泼冷水啊？啊！咱明着干不过他们，咱暗着干不就完了吗？咱没有枪，没有子，咱不是还有刀呢吗？我们有刀。哎，二哥，你们别刀啊枪了，我都饿了。英子都饿了。咱们先把肚子的问题解决了，再说除鬼子的事儿，行吗？英子，我们三个现在上街去打探鬼子的情况，顺便给你弄点吃的啊。你自己乖乖在家待着，行不行？行，那你们早点回来。嗯，走。放心吧。小心啊。報告します。入れ。中佐殿、軍医から重要なお知らせが。言ってみろ。中佐、治療の結果魔法時の容体は好転。しかし気にかかったのは、銃創は2つとも38式の銃弾によるものだということ。我々の偵察兵に確認はしたのか。襲ってきたのは本当に魔法寺だったかどうか。それか、偵察兵はヤトジャン戦いで死にました。この件は真相がどうであろうと、保安隊はできたばかりだ。騒ぎを大きくするな。魔法寺の治療を続けてくれ。はいはい。重傷士たちはもう出発したか。ジュシャー氏は夫妻の師匠に会いに行ったようです。よろしい、すぐに街頭に風神やん皇軍のために歌うと張り紙を出せ。全泰安の人間にこのことを宣伝するんだ。はい。
呀，真没想到啊，装成个要饭的倒这么容易就要着包子了。哎，你们俩吃一个吧，剩下的留给英子。给。哎，不吃了，一共就这么几个，留给英子吧。来，找个纸把它包起来。是啊，没想到我们这么落魄呀。东良，要不你还是带着我们去找四支队吧。我保证，等牙头庄锄奸队的名号立起来，咱们就去找四支队。你说话算话。好，算话。那边的也都过来看看。哎，来看看。大家都互相转告一下，明天中午在梨园戏楼，刚子市名爵胡金祥老先生将为大日本皇军亲情慰问演出，欢迎大家到时参加。大家都互相转告一下，明天中午在梨园戏楼。哎，腊梅，你爹怎么还给日本人唱戏啊？将为大日本帝国皇军，我也不知道，亲情慰问演出，他肯定是被逼的。欢迎大家到时参加。走，跟上这个鬼子，跟着他们干啥？咱不得立名号吗？走。なかなか賑やかな場所だな。はい。うまそうなものもたくさんあるな。そうですね。先に連隊に戻ってろ。骨董品を見てくれ。リプ社長、やはり玄関で待っていますよ。いや、いい。連隊からここは近い。危険はないはずだ。行け。はい。来碗茶。哎，来了。鬼子分开了，好像要去古董店。这鬼子是不是喜欢古董啊？那咋办？没机会了。我去把他引出来。咋也？我就说我们家有一个特别老的古董瓶子，家里没钱了，拿它出来换钱。哎，你回来回来！咋了？你这一大老爷们儿，万一露馅了怎么办？我去吧，我是一小姑娘，不容易被人怀疑。你行吗你？我咋不行？你别忘了我是从小演戏长大的。对，对，腊梅小时候学过戏，她比你能装。但是你进去以后啊，那要是万一动起手来个……哎呀，你忘了我从小是常当马旦的了，这要是支吧起来了，我也能顶两下子。那你千万小心啊！知道了。小心啊！有事喊。这个，都是假的。为什么你说的真品还没有到？哎呦，太君，昨晚刚说了，哪有那么快啊？还得等几天。不。我等不了了，如果真的还到不了，你就拿其他的代替。太君，要不这样，您要是真的等不及，我手里面啊还有一个小物件，要不您跟我上里边长长眼。嗯，这个小物件是真的吗？一定是真的。啊，好的。老板。老板，你们这儿收古董吗？哪来的要饭的小丫头啊！啊，别在这瞎胡闹，快走吧！啊，快走！不是，老板，我不是来胡闹的。我们家呀，有一个乾隆年间的花瓶，我想卖来换米钱。我娘让我来问一问，能卖几个钱？乾隆年间的，在哪里？在我家呢。
你可以带我去看一下吗？我会给你很多钱的。真的吗？当然真的。可是我娘说了，不让我跟日本兵打交道。大家看。 山是我。